日是12月30日，农历11月18，而动土开市祈福。最旺的生肖是鼠，属鼠的你桃花旺，未结婚的朋友有艳遇，脱单不是梦啊。杨丞琳就是属鼠，16岁出道的她不经不觉入行23年，由今年年中开始她就忙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不过她为了更瘦竟然减到只有 44.7kg， 还说每日只是吃一餐，好饿。虽然粉丝很紧张她的健康状况，但是今日桃花旺，不如同老公李荣浩去拍下拖兼食餐，好唔好再我亲自己啦。今日嘅幸运星系白羊座，得到幸运之神眷顾，各方面运势都好好啊。师弟陈浩就系白羊座噶啦，之前播完嘅台庆剧《罗密欧与祝英台》，其中有一幕蒋祖文就要嘴陈浩，祖文就问系咪应该要同陈茵薇备案呢？后嚟先知陈茵薇唔介意，不过就有问系边一集，因为要准备暗晚啊。陈浩你拍剧有人主动献吻，现实生活又咁美满，仲唔系大赢家？呢排嘅人咧好敏感啊，做乜嘢都唔信。今日属鸡嘅人心情烦闷，不妨约朋友一齐游山玩水啊！嗱，虽然咧我咧就唔系属鸡嘅，咁但系可唔可以约你游山玩水呢？唔可以啊，因为今日嘅幸运颜色系白色啊，你换翻件白色衫先一齐出去啦。啊，好啊，听日见，拜拜。